Hi, this is Art TV New York, and we are people. Today we have the artist Li Ming from Beijing. He is invited by World Art Center, and the exhibition is supported by Song Gallery and Asia Art Funds. 此次黎明先生是由亚洲艺术基金会推荐，此次活动是由世界艺术中心邀请，并由 Song Gallery 承办的。黎明先生您好。您好，观众朋友们好。这次我知道您是第一次来到纽约那么之前您在欧洲的城市包括法国还有荷兰也做过展览这次您来到纽约，首先给我们分享一下您对纽约这座城市的感觉。我刚飞到纽约那一天，这个纽约的天气还是比较是阴天，没有感受到那种叫有阳光的那种气息。然后呢，正好赶上第二天，赶上这个感恩节。感恩节让我感受到了一些，就是说，这个城市的一些能量吧，还有人的一种生活状态。本身这个城市，我是搞视觉嘛，做这个视觉方面的。我看到这个城市，首先我看到了它的建筑，看到了更多的它的这种。地上物，这种气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视觉景象，就是说给了我很多的能量的这种感受。你会思考这地方它是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如此的跟其他的城市区别拉得那么大，这是一方面啊。然后这个感恩节又看到了一些人们对这种节日，对这种传统的一些很从容的一种消费，还有一种欢乐幸福的一种感受。在时代广场，因为这个时期就我来讲，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时期它还是有一些比较紧张的一种感受吧，就是我从北京来之前法国的那个事件，然后呢到现在来了以后，但是我在这里时代广场里没有看到任何的有这种气息，就是说紧张啊或怎么样，大家都很从容，很欢乐，非常祥和的一种节日景象。这个让我感受到这儿的人还是有非常的有能量。是这样，就是内心非常强大的一群人。对，内心非常强大的。对。那么之前您在北京做的一些展览，然后包括这次到纽约来，请您给我们着重的从艺术氛围的角度对比一下这两个城市，包括您为什么选择纽约？是这样，北京就是我来自于叫艺术生态比较走在前端比较完整的一个区域。我的工作室也是在那个区域，有一个叫798艺术园区的那么一个地方，而且这个旁边有陶场地，还有一些黑桥艺术区，整个它的艺术生态还是比较完整比较活跃的地方。北京呢，就是说作为一个中国的这个当代艺术的一个中心一个平台，它还是非常的活跃的。作为艺术家在那里，他会非常对自己的生活和作品啊创作啊都会有很好的一种感受。纽约呢，目前我刚到，就给我的第一印象，像刚才我说的那样，这个城市会给任何人充满了希望或者是一种能量的一个激发。尤其是做艺术来讲，艺术家来讲，来这里我想有更多的内容，生活从这儿还要开始要看，还是要就是说可以叫比较吧，从比较之中看到自己还要有哪一些需要往前走的东西，当然要回到自己的一种创作状态，这种创作状态是不是在这里会有变化，现在我也不知道。好，我知道您的这个画叫做阴影下的裸奔，那么这些画是在什么时候创作的呢？这些作品呢，是在2005年的时候创作的，但是呢，就是由于中间的这些没有特别完整的一个结束的过程啊，
这些这个系列作品，最后到2009年的时候，这整个的作品才算完成，然后做了一个总结式的一个展览吧。嗯，2009年10月1号的时候，嗯，这个展览的名称呢叫阅兵。嗯，为什么叫阅兵呢？正好是一个国庆的一个节日。嗯，正好是北京有一个大阅兵的一个活动，然后作品正好也是这个表达了一些关于这种方向和内容的东西，然后呢我就直接的也是把它定位为一个作品名称叫阅兵。 嗯，其中的这些作品呢，现在目前展出的这些作品呢，就是阅兵的那个展览的一部分。嗯，系列作品里面的一部分。其他的比较完整的东西我大概介绍一下，有一些就是大型的绘画作品，有一种回顾性的或者说是一种记忆性的一种装置作品。嗯，还有就是现场直播的那个阅兵的实况，嗯，那种录像作品，就是拿来直接的，就是可以有一种直观的感受的那种气息，和观众有一种那个互动吧，就是当时的那个情景和作品之间产生一种什么关系，然后这种关系我们面对作品的时候和看到现场直播的时候这些思考吧，就自身的思考，首先对我是一个自身的思考，然后对这些这个观众来讲呢，他们我也会想象，他们也会去思考一些现实的问题，或者说一种理想问题、精神问题，当然是一个视觉的问题吧。从我的角度来讲，做艺术我觉得这个视觉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而且是一个精髓的一个方向的内容。就是我看您这些话，我感觉就是很难把它框在一个流派或者是一个具体的风格当中。那么为什么这些画您给它这个系列起名叫阴影下的裸奔呢？就是它内在的含义，您本身这个绘画图像表达出来的一种东西，您是怎么样去诠释的呢？如果从这个绘画作品来讲呢，它是如果界定来讲，它的确是最后是挂在墙上了，是一个绘画作品，但是从他的这一系列作品的一个行为过程来讲，我觉得它还是一种内心的一种行为的图像表现，或者是一种界定吧。如果从这个它是一个绘画作品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你用传统的那种审美方式来理解它，它可能是又是一个另外一个方向。如果你想象到又是一个它是一个过程的话，那么就是一个行为过程，这种行为过程的图像的记录，这种记录它会跟绘画发生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也是我在一直在探讨的一些这个问题。刚才你问到为什么说要裸奔的这个，就是阴影下的裸奔。阴影下的裸奔其实它是一个，这个词本身其实文学意义特别浓重。这个文学意义的浓重呢，恰恰就是说在我的作品里面非常希望把这些文学的这个情节要去掉，但是难度非常大。因为画面就是说这个图像本身它给了你这些气息，我无法回避，我也无法回避这些东西。我想只要有光或者叫阳光，我们都会看到阴影。阴影下的裸奔就是一个个体的一个行为自觉的一个状态，一种抗争。是这样的。后面的画面的一些理解或者是诠释，我希望那个观众朋友们自己来去解读它。那么您办这次展览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想在纽约办这样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实际上是还是受这个亚洲艺术中心来支持，还有这个世界艺术中心邀请来做的这个展览。这个展览既然就是说在纽约做，它肯定要有它的一个初衷。对我本人来讲是这样的。
他的初衷，也不能说一个目的，也不能说是一种方式，它只是一种自然的一个过程吧。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这个作品是2005年的作品，而且在北京2009年的时候就做过一次展览。那么这次来纽约呢，其实也是像那个图像里所诠释的一样，在阴影中跑出来，是不是还在阴影里，还要跑多久？也就是这样的。那么您对这次展览有什么样的期望呢？展览的期望，作为自身的创作者来讲，永远是不会有什么终结的一个结果的。所以说这个问题也不存在。啊，很感谢您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祝您的展览在纽约一切顺利，也祝您的美国之行一切顺利开心。谢谢您。谢谢观众朋友。